金牛座人品差，金牛座都是特别自私，人品最差的星座，基本上都是自己决定的事情，完全不会去考虑别人的看法。他们几乎都是喜欢一个人独立完成自己决定的事情，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想要改变，但是也不会经过别人同意。他们都是比较自私的星座，几乎都是自己决定了就没有改变的余地。而且金牛座的人不仅仅是自私，可我们大家想必也都是见识过厉害的。金牛座最爱钱，视金钱如生命，有钱时能省下一点那就一定要省下来。对他们来说，即使是再好的朋友，如果触犯了他们的底线钱，那么金牛座们翻脸比翻书都要快。所以在这里给金牛座的朋友们一个忠告，平时对待朋友就应该要舍得一点，不能太过吝啬，不要太自私，不然的话，可是要像金牛座们一样遭人白眼，会让人讨厌的。双子座爱撒谎，双子座的朋友经常就会把说谎当成吃饭那么随意的事情，他们经常就会对身边的人说谎，就好像他们会骗父母说自己没钱，就想叫父母给自己钱花，有时候还会编造各种的理由去欺骗自己的父母。他们觉得小谎不伤大雅，有事没事就会说一些谎去捉弄别人，这是他们的天性。他们就经常会和身边的人说谎，让身边的人真的是无可奈何。双子座的反应能力和口才那都是一流的，天生擅长胡编乱造，而且丝毫抓不住他的狐狸尾巴，说谎的同时还能对你讲大道理，再加上甜言蜜语，绘声绘色，双子座的人说话你简直是难以分辨他们所说的到底是真还是假。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在开玩笑，但又不像是在开玩笑。他们明明表现得很在乎，但在有些时候又表现得不在乎，明明很喜欢，却又表现得可有可无一样，让人很难分清楚他们的内心到底想要些什么，想干些什么。他们表面表现得很天真，其实他们的内心很复杂，不容易让人猜透，而且有时候说话也特别的不负责任，言语能够顶死人。白羊座脾气臭，白羊座的情绪一般通过表情是很难看出来的，而且他也不会装，不过如果你真的被把他惹怒了，他又觉得不能说出来，那脸就会臭得能熏死苍蝇。而且在气头上的白羊座会迁怒自己亲近的人，对于性格刚烈脾气火爆的白羊座人来说，发火的时候完全不顾及对方是谁，可能是自己的领导、自己的好朋友，甚至还会是自己的父母，白羊座都会先把心里的不满和怒气发出来再说。白羊其实不发火的时候性格也很好，一旦发火，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了。白羊性子很急，一些工作急于去完成，这个时候你再去给他添乱，简直就是去找死。白羊脾气来得快消得也快，不会跟人计较太久，但是就算再怎么来得快去得快，别人也不愿意做你的出气筒啊。所以白羊座这种臭脾气也是最让讨厌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